什么恐惧让小孩做这件事情？我是认着你平台，我是看着你货拉拉，对吧？你肯定是负，你负全部责任了。我钱是交着你平台的，我下单是在你平台，你来的车的品上面全部是左右后面全部是你的品牌的广告的东西，是你公司的，我就认着这个车就是你们公司的，那肯定就是你平台的全责任。医药费一分都没有，名也没见到，电话也没过，一上来就是撇清平台的责任，所以这份声明是满嘴谎言。其实这个时候应该货拉拉应该主动的，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，在对待这个消费者要有诚意，要有责任心。